捡你的口罩你都当垃圾扔了吗？我不是故意的。这不是子谦吗？季贤，这怎么回事？小简说我上热门了。你傻呀，我让你火一把还不好吗？不用谢我。你这是欺骗大众，你演什么好心人？网络不都这样吗？不说了，就直播了。谢谢宝宝们的关注，我平时都维持三个准则：说好话、做好事、存好心。给大家直播每个助人为乐的瞬间哦。天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大家快看，这个无良房东不仅贪小便宜，我撞到人还扶都不扶一下。现在有钱真的就了不起了吗？能有这样的人？有钱了不起？无语。明明是你，庆贤，你想当个假好人，我拦不住你。但是你不要每次都把我牵扯在里面。王亚文，快看，他急了，他急了。不用谢我。你这闹的哪一出啊？露娜。让庆贤在他的直播间里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话。我平时都维持三个准则：说好话、做好事、存好心。天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大家快看，这个无良房东不仅贪小便宜，撞到人还扶都不扶一下。你想当个假好人，我拦不住你。但是你不要每次都把我牵扯在里面。王亚文，快看，他急了，他急了。让庆贤在他的直播间里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话。宝宝们，赶紧下单哦，最新款的快卖光啦！谢谢榜一大哥，爱你比心。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厚脸皮。你们走开啊，别在这妨碍我直播。这房子我也有出租金，小雪还是业主，你凭什么这个态度？切，我直播一晚上就够给租金了，我才不屑住这儿呢。露娜，是时候让他说说真话了。谢谢榜一大哥的火箭。就你这油腻大叔，要不是送我礼物，谁会搭理你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说什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宝宝们，刚才只是开个玩笑，大家可以继续买我的衣服啊，直播都很好看。这粉丝就是人傻钱多，全部都是二手衣服，加个吊牌还真有人买。怎么回事？不要脸，不是真敢吃药，不是这样的，你这样的。